今天若无武则公哦，我早就无命。金融海啸应该全世界武则公上灾吧？所以武则公求这个杨大天尊，所以慢慢慢慢加快武则天嘞。从家户内的小神龛，到占地近4000坪的巍峨庙貌，从默默无闻到数百万信众，北港五财神爷一步一脚印的走出，开创了台湾五财神的信仰与传奇。